间是久违的录拍的计划，对，又来到寿司的北门站。但今天有非常特别的人，这个阳光来的妹子都是非常难得的，期待他们骑车。好天气啊，终于抽到三个人可以一起出来骑车的日子，不简单不简单。他们在对面，对不起，我报错了几号出口。要路痴下意识的就是连地理要什么都不熟悉，但我很本能的就是走上来的，哎，这边还蛮熟悉的，就上来，哎，我走对了，反正我是报错路的，没事，我们骑车，看起来感觉可以，啊，可以哦，把手看起来也很赞，北门是超多有2.0地方，然后这个要调到坐。调到跟踏步之间的距离，再踩它就没问题。各位女孩们，很荣幸担任你们今天的领旗啊！我是路痴，我只会一条路到淡水，哇，只有一条路，我会一条路到淡水，距离差不多20公里啊！中间有想要上厕所啊、喝水都可以讲。好，我们就出发了。OK， 进入河滨不久，这边就是大稻城码头。大家很壮，在这边拍拍照，拍照。OK， 骑骑的车坐垫坏掉了，所以大家真的要检查，记得检查。换车喽。OK， 现在重新出发。心情很好，还敢被骑骑车讲这种面对我的情感。对，我们现在到这边的交界处，真的好热闹。开心吗？可以。好玩吗？好玩。赞哦，骑公路车咯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骑得很好哎。阶梯也会有冲刺，可是飞轮很可怕、欸。不可怕，来，我们现在上坡，来加油，快到了。来，我们来做个八拍跳跃。我们现在多少？15吗？很棒哎、欸，15公里啊！这是那个湿湿，超喜欢这一段，这风吹过。真的好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往淡水的河滨，忘记叫什么了。看到，这是为了把上上周的越野赛的晒痕，七天晒痕晒黑，穿搭一起变黑，就看不出有晒痕。说明一下，等等进入淡水前还有一段小小的陡坡，那一段陡坡上去之后会有个石板路，就是下滑啊，石板路就会一直震，石板路也可以用牵的。哎呀，那搭船呢？那搭船要去哪？他们可能去巴黎。树荫围绕着，包围着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到淡水。就算夏天骑也很舒服，对，只是假日就是很多亲子，就是到处一来车，会很多小小孩到处骑到处飙，对，但是
的，但是我私心非常喜欢，也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骑去淡水原因。最后一个陡坡，对，最后的陡坡，撑过去之后，经过石板路，接着就会到代表间，里面喝咖啡哦。核心收住，在这边就停了。哇，你没有下一千呢，你很棒。刚刚一直立，一直立。其实我们到了，耶、我们到了。有没有觉得骑脚车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？有，很小声的。之后可以骑公路车了。这位是重训的妹子，耶、yeah! ，舒服哎、是不是？感觉公路车更爽啊！他完全不理你耶。我觉得真的蛮舒服轻松，是变速那些都很 OK， 可以，而且你一直在旁边鼓励，整个体力超好，精神都来了，真的。他刚上坡在后面叫我加油，差一点。核心风景可以上去，快了。这个啊，这个臀肌，这个引导得很好。这个平路选手，对，平路选手上坡没有，应该下次。真是超棒，很强哎、你这骑的比一般女生还要好很多。没有舒服，这路线安排有运动真的有差。谢谢，我们来吃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治疗师可以吗？这是我的治疗师，这是我去治疗搭讪的早餐店老板娘。老板娘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今天骑，我骑的可以啊，大家都很棒。我姿势可以吗？调一调就回来了。好，看一路上一直调姿势。是剪纸期，剪纸期还要剪多久？才刚开始，自备食物，要的吧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很难关，进入蒸鸡期。现在好像蒸不了鸡耶，现在就是先剪，有预计剪多少？剪到应该要七公斤耶，有够多的啦！我跟你讲，剪纸期有氧运动很重要。真的，来七小时，有现在每一周要五天游泳，台北轮啊，40分钟，没有都走楼梯，哦走楼哦，那个爬阶梯也蛮，他很直接那个游到门口，可以。